求稳了一下，但是他的影帝也求稳，这个、落地顺侧调整，幺八要来了，林青，他现在比下他的影子，他是只快不慢的，是他求稳的点，他的影子也求稳，还在拉快，来了，又来一个跨秒，刚刚龙力车间没有完成的跨秒，海冰之也来了，快出一分18秒65，感觉这局记录是有机会的呀，延续，这就比录像了，最后延续的话。快出过来，快出也再延，没有失误，还是0.1秒，而且这边路线看起来也非常好，跳过来能够延上，这样的话应该能够延到底，1分29秒7吗？最后的完成时间，1分29秒84，确实挺厉害的呀。哎，阿妮这个，你来，又是一个影子被跑出来了，而且是明星应该是刚刚打破的一个记录，但是这一段有点失误，对。明显零点二，这边一个弯道的出弯会不会撞一下？这个点明星是有一些小失误的，应该有是有停车。ECU 再变过来，只剩下最后一个转向，阿尼这把仍然跑到一个很快的成绩，破纪录是不太可能的。最后是1分23秒52，对，06是有机会的，领先0.3秒，只要不失误，06一定有。看一下后面什么细节，路线一定要抓好，路线后面你可以不弹，这里拉一个进阶也行，直接硬弹还是要弹，而且路线很好，给影子拉开0.1。0.4秒的容错空间，有点小拖，但快出点的很快，影响不大，能延上的话，06来了，记录到手了，1分06.82，恭喜神！感谢老弟，你可是踢到铁板上了，月上连续的拖接，现在仍然领先1.3。看这边控车过来以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看这边撞墙点能够顺利通过，被衔接甩尾，最后的一个弯道了，没有问题了，月上真是。时隔一周便复仇成功，可以恭喜月上。啊，不朽的出弯确实细节可能要比重要更好一些啊。但这边的弹射一心过来卡位了，但是也被挡了回去，延续几个弯道有点难去后追，但这个弯道卡了一下不朽的后车，而且落地下来之后，不朽和重的距离也拉开了。哦，这边记录已经被跑出来了，0.1秒的差距，灵魂三甩如果完成的话，很有可能能。反超，这次快出了，快出，最后一个弯道出弯之后还是能够拉近距离，但最后一个点还是要慢一点点了。但是现在的位次来说，前面两个已经空了，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可以空。那位次好像是真的好，但长时间的空火可以来了，上来了，来了，打一拍猛碟啊，反打，反扣写的很快，在单体又打响了 ，H 里面护盾不够，就一个给老虎了，前面飞雪要双吃，伊萨的第四个碟。萨萨好像受不到任何的干扰了，有一个干扰，但仅能够追上他，但是好像最后距离终点线还是很近了。是，而且贝特盖尔逊 AD 最后还补了一个碟。单体再往前打，玲珑直播就先使，就龙卷风躲过去。嗯，这是一卷的玲珑一个风，这是玲珑的小失误。这一把应该没有太大机会了。磁铁再往上吸，还是得看后面道具拾取，因为现在大家护盾都不多了。但 A 次的你先吃道具啊。有没有卡住位置的话不好说，但他知道库比了，得打响，知道库比还有一波道具，后面已经上来了，这里只有一个盾，单雷应该是不够的，但是一手里有弹夹延续，恭喜狼队。哎，这个道具吃的，哎，有飞碟，有飞碟，是，等一下不一定，最后还得看博弈怎么说，还有一个碟过来之后来得及扣吗？好像来不及了，哎，来得及，但是最更快，单体在打念旧，还有双龙卷风，这个跳来点是不太好过的，除非脚后风念旧过来了，那这样的碰到自己了呀，自己也没盾过不来，在这个长直道上已经是拉开了太大的距离了，没有太大的机会，这个要破哦，没破，延续应该是断了的，断了，哎，但是后面没有护盾，再起风，这风卷到了，好风包仔保住了悬念，但小狙上来补位，现在 WDGM 还是不双连跑，而且这一波 JCR 没有进攻型道具，龙卷风选不到了，打不到人，是的，有弹机，只有弹机，但是不够，闪电一雷三响，比赛要结束了，没有加上的，恭喜 WDGM 鏖战至第九局，比赛打飞鱼，但是又来了单体 KZ 没有防御道具啊，谁想啊，感觉这个局面对于 KZ 来说有点难，阿布来了，看阿布的道具手里握着一个护盾，能延续吗？延续上了，
最后有氮气的猫仔，这一辆序列未来在龙卷风中了，阿布也过不去，那主角要转换了，彭的太阳有护盾，库比赛拿过来还有盾，但是团过来了，最后一个球队可以重现 JC 啊，5-2。看阿妮在 solo 当中，这里还会不会再掉下去？对，这个 ECU 点到底有没有练好？对，这里再掉下去不可饶恕了。哇，完美！但是磕了一下，遇上这边直接反超了。可我看一下最后的二连段，二段下来没有拖，稍微放慢一点点，月上拿下这分奖品，在接下来0.05打破了记录，可以恭喜月上。这个弹射，但小玉跟着很紧。刚才悟空不第三吗？A mini 一个拖车直接让给了 RSG 双引炮，节奏很好，这肉把影子跑出来了，这到后面还是挺快的，怎么都不够啊，一共是3秒，肯定是差一点点的，0.24秒06。这就是那种点飘，你怎么说？好稳啊！这今天什么状态啊，最后一个弯道天超神了，过来断空飘落地也没有问题，连续延上了1分03，六点抽这也是风仔，哦呦，这个宁青顶的真凶啊，第五局唯一一局没有冲出来的一张图，是宁青真打出火气了，他刚才就是明显就是想让 RC 两位选手出不去，为沈妮给我保驾护航，这把沈妮给我跑，后面都交给宁青，1分0。哇，这个弹射出完拖了一点，这影响不大，直接做了一手调整，进到禁区以后，哎，后面两个人都没卡到了一起啊，这两名选手卡到了一起，上分了，内线想卡去卡，本来倚住了狮子，哎，直接送上了墙，突然回去在远端，突然回去了，这是真的。前局那边在刹车，对，他在说，对，哎，路线。这一个失误有点严重啊，对，阿深的第一个顺侧是脱飘了，而且你看千羽很聪明，他就要挡到宁青在前面，然后放慢，虽然说反超，对，虽然说宁青这个 ECU 反超过来了，但这距离已经够远了，而且逆心安全了呀，是最经典的还是最后的卡位啊，但这个距离不好说呀，有机会先挡一下，但是这边把逆心给挡脱了，宁青拿到了11分，后面110，野鹤上来追，看一下这龙卷风有没有机会能中一下，没中，对，但是这波还有天使，天使没开要扣飞碟，要防最后一波了，野鹤抓地稍微有点失误，踩了个香蕉皮，那这局比赛似乎要结束了，没有飞碟拉不下蛋了，踢过来我们得恭喜一下，开局之后这双车又来了个单体，还有一个飞碟再扣蛋，天使一开挡掉之后落地下来还要吃飞碟，狼队有个飞碟干扰器解掉之后还又来了两个单体，是道具量很豪华，打不到丁龙啊，要结束了，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，狼队不只要破二 D， 小局100%，大局100%也要破了，比赛结束，我们可以恭喜狼队，还得看打下来了 ，RSG 还有飞碟可以反扣你啊，急吗？好像不着急扣呢，不急来干扰器了，时间差刚好吃满，而且二等奖品又来了金钱道具，而且这前面但是这个词点是谁啊？这词点是大哥，大哥要上来了吗？还是差一点的，飞碟也换上来之后抓地有点小失误，后面没有任何惊喜道具的一个空飞下来吃了呀，那大哥能完全补位啊，恭喜 RSG， 看你能够炸到龙卷风，谁都别。是，这也是一种龙卷风的释放选择。这前面不太有空，因为你速度太快了。这是一丢到地上来之后，但是全部重新洗牌，这波双方各有一雷。ECR 双领跑，那 AG 没有护盾啊。而且这下这个护盾非常充足，两队全给被约，不过一个飞碟就给扣了回来。那有猫仔可以补位，这边过来以后没有任何的进攻刀具，库比只能打到飞鱼。哎，恭喜猫仔。先扣一个看看吗？还有再补了一个3个飞碟回来。这三个飞碟还有一个留给醉，但只是说这个位置上来以后先挡了一下太阳，出完以后来了一个出完风，是的，黑子双领跑，一雷三响，双领跑的局势，而且自爆感觉可以在后面拖一下，不拖了，想要冲线了，直接开天使过，顺便赌路的情况下，太阳再次冲线，因为那个自爆开完以后盐是没有护盾的，
龙骨，一个双狮，一个龙卷风，前面是两个妖皮，但是你皮中了，不皮老太阳。但这波是有点像演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自带的风封住了雾和太阳。是，但小白龙同样也中了，因为他们要扣飞碟，但是这波把 RW 人全送上来了。后面雾开了一个自爆，一个闪电响了两个，自己开氮气的太阳动了一个墨汁之后补了个道具，来了一个护盾，刚好挡掉这个导弹之后，两个弹地在等他。RW 的道具手生要来了，有一个飞碟干扰器能够解掉。这一次克隆在等他，不会再没有飞碟干扰器了。最后可以恭喜 RW。